哪一种动物比较可爱？汪。猫和狗哪一种动物比较可爱？汪。不知道哦。哪一种动物比较聪明？鱼蛋蛋。剩得一星期。好吧，今天就来模仿一下白痴妹子吧。你敢干点别的吗？嘿嘿嘿，哎，就是小野妹子，最喜欢吃的就是鼻涕疙瘩。我弄死你得了。好像有点不一样啊。完全不一样啊。挑战一下模仿平常的妹子吧，请对我笑一笑哦。啊，刚才模仿的很像啊。一点也不像。好吧，退球了。你可别那啥子。